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即将来我们公司实习的乘务长王林，还不是正式的乘务长呢，只是预备的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林，这次我是代表东海航空来中厦进行交流的，接下来一段时间会和大家相处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照顾我，如果我有处理不周的地方，也希望你们能够指出来，不用客气的。鼓掌。王林，我想好奇的问一句，你今年多大了呀？你怎么一来就问人家年纪啊？没关系的，我93年。哇，那跟我们差不多哎。你这么年轻就当乘务长了，真厉害。我还不是正式的乘务长呢，能不能通过实习我还不知道呢。实习的也好呀，我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你先有人家的气质再说吧。谁说有气质才能当乘务长的呀？反正没有肯定不行。就你能拼。好了，我一会儿要飞巴黎了，我先去准备一下，那就把它交给你们二位喽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来好嘞。听说是东海航空派来跟我们交流的预备工程长，93年的，这人美腿长，身也天涯，大家都挺期待跟他合作的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今天的。各位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罗东他家临时出了点事儿，这一程就我替他飞了。好，辛苦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今天负责的乘务长王林。他是从东海到我们中驾交流学习的，想必大家之前都见过认识啊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林，还是实习乘务长，这一程和大家一起飞，望大家多多指教。很好。今天深圳机场进出港流量比较大，起飞可能会有延迟，照顾好乘客的情绪啊。好的。到目的地飞行途中天气状况良好，可能会有短暂的气流颠簸，目的地机场天气很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没有。很好，祝大家旅途愉快，开工。这是您的橙汁，谢谢。于副驾，这是您的咖啡。客舱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机长，大概还有多久起飞呢？还在等塔台消息，应该快。好的，那我先出去忙了。辛苦。这么用功啊？看看天气有没有什么变化。于姐啊，你和这个王林是不是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，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啊？你的小情绪已经出卖了你，你知道吗？就在刚刚他递给你咖啡的时候，整个空气中四处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气氛，你让我这个机长在机舱里都觉得紧张。你们俩是不是情敌呀？还真是啊。不是，于机长，我啊，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女人心海底针，不捞也罢。